1块钱一袋，你们没有听什么？1块钱一斤，成本都不够，你卖什么卖啊？你最好不要管我，你走到哪里啊，都买不到咱们农家纯手工制制的双酱柿饼。我现打开一个新鲜的，你们看一下，每一个都是软糯又香甜的，满满的都是糖心，十几块我就给你们发一箱，带一箱尝尝。